各位同学大家好，欢迎收看本讲次的播讲内容。我们还是介绍 Excel， 不过今天我们要介绍这个部分呢是函数啊，函数是非常重要的一个部分，我们所以分两个讲次来讲授。首先我们第一个讲次是介绍函数的一些基本啊跟应用。好，我们要介绍今天的内容是不同工作表间资料参照啊，我们以一个营业季报表的编制来做一个范例说明，函数的介绍，财务函数的应用，投资报酬率函数啊。在第一个营业季报表的编制啊这个内容里面呢，我们会用一个范例，如何将月报表汇整成季报表。首先我们要开启四张工作表，工作表名称为一月、二月、三月，然后再一张把它命名为第一季，利用自动加总函数 SUM分别来完成一、二、三月份的月报表。目前蓝合计与裂合计的储存格都为空白。好，操作方法如下。第一个呢，我们先选取一块区域，包含蓝合计与裂合计，然后按下 Sigma 这个符号。这是一个加总，自动加总的函数。你也可以呢，同时选取一月、二月、三月三张工作表，然后我们把它做成一个工作群组，再利用上述的步骤，一次就可以将三张月报表合计工作完成，这样就非常的方便跟快速了。好，这是我们图示里面有讲到工作群组啊，在选取三张工作表的话，记得按 Shift 键啊，按一个手按 Shift 键，一个手去点选啊，一月、二月、三月三张工作表，然后选取第一季工作表，并点选储存格B5， 这个时候我们输入一个等号，再以滑鼠点选一月工作表中的储存格 B5， 然后再选二月工作表中的储存格 B5， 三月工作表中的储存格 B5， 输入的内容是这个样子啊，我们在萤幕上面有显示出来。记得不要用键盘输入啊。而后我们如果有输入储存格位置的时候，都要用滑鼠去点那个储存格。它的好处是不但快速，而且也不会键盘误指而造成计算的不准确。当输入完成以后，按 Enter 键回到第一季的工作表，然后再以填满空点拖曳完成季报表的编制。好，我们还要再做一个，接下来看各区占总经销额的百分比是多少，以及每一项产品占总销售额的百分比是多少。好，这个地方我们要请同学看一下，在储存格 B10 B10 的位置占有率，它是用比如像中正区B9 除以一个钱的符号$F$9各位找到$
F $9，那是什么？那是我们所有销售这四样产品：数位相机、电脑、手机、摄影机，啊，然后中正区、大同区、松山区、信义区整个销售的总金额，啊，38159。好，这个我们把它用绝对位置来锁定。当然 ，B 9的位置是以滑鼠来点选的，而不是用萤幕去 key in 的。F 9设为绝对位置，啊，然后按下确定键，它就当然要设定成百分比的样式啊。上一讲次我们告诉同学如何要设定百分比。好，每一项产品占总销售额的百分比是多少？它的做法与上述是相同的。在储存格 G5 的位置输入，比如说数位相机，它总共销售是8222，然后除以全部产品的销售额，就是 F9 的位置38159。记得分母都要用绝对位置把它锁定，因为这样我们在拖曳的时候，用填满空点拖曳的时候，才不会整个数字会乱掉。好，接下来我们来做一个示范。好，现在各位看到我们的萤幕上面，这是一月份、二月、三月季报表。好，一月份我们已经把中正区数位相机、电脑、手机、摄影机它的销售金额大同区、松山区、信义都已经 key 好了。现在呢，我们要把它做一个加总的动作，当然同学可以打公式，一个一个的加，然后用拖曳。现在我是要用一个快速的方法，然后，记得常用标签里面有一个上面有一个加总自动加总的符号，自动加总的符号，点下去，好，这样子就完成了。那当然二月份，也是一样的做法。好，刚刚说的群组的做法，好，群组的做法呢，各位可以用按住 Shift 键，一、二、三，各位在萤幕的上方就看到有一个叫做工作群组，那这个时候的话呢，你就可以对三张月报表同时做加总的动作。好，接下来我们来看季报表。刚才说季报表是由月报表的数字把它加过来的，首先我们先选 B5 这个格子，各位看到我们的编辑列上方有一个一月惊叹号 B5 加上二月惊叹号 B5 三月惊叹号 B5。 好，那我再做一次给同学看一下，比如说我们现在大同区，我们现在打一个选到一月份的大同区，各位看它参照到一月份的，然后再加上我们要选二月份工作表里面的大同区的数位相机，再打一个加号，然后再参照到三月份，大同区，的数位相机。三张，一月、二月、三月 ，Enter。如果每一个都要这样做的话，是不是很麻烦？所以我们现在可以怎么做呢？我们用填满空点，我们先做到这个地方，然后再往这边向下拉，那各位看，它合计完成，同时占有率都出来。那这个占有率呢，我们也用了一个简单的公式，刚刚我们在课文有讲到。比如说我们先要看，这个是整个数位相机的金额是6127除以全部产品的销售25339，好 ，Enter。那这个地方，我们先把它做完一格，用填满空点拖一下来，都不会乱掉。
原因是因为我们刚讲过，分母呢已经用绝对位置把它锁定了。好，那同样的道理呢，我们这个地方啊，合计中正区总共中正区的经销店合计，啊合计，那我们要看它的占有率，中正区在整个啊，比如说我们这个台北的销售金额，它的占有的百分比也是一样啊。我把这边先删除掉。好，花束移到这个地方啊，然后拖移过来。这就是每一个区啊所销售金额所占的百分比。好，我们暂时先示范到这个地方，接下来再为同学播讲以下的内容。好，接下来为同学要介绍的是函数啊。函数在 Excel 软体中呢，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。因为它在计算与分析试算表时，省掉了很多繁复的计算公式。我们在之前啊介绍的是一些啊简单的公式的一些应用。那现在呢，我们来看一下函数。首先第一个啊，各位可能比较不太常用的啊逻辑函数。而逻辑函数呢，它可以很简单，也可以很复杂。那一般同学知道函数就是且、或，然后还有一个 if， 这是最常啊同学所利用的。我们看一下 if 这个函数，如果指定的条件啊计算结果为真 true。那这个 if 函数就会传回一个值，如果计算结果是 false， 是假的话，它就会传回另外一个值。好，看它的公式啊 ，if 一个括号啊，一个 logical test 啊，就是你要去测试的一个值，这个测试的值 value 啊 ，if true 的话呢，就把这个值传回去。如果前面测试的这个 test 呢，如果是假的话呢，就把后面的这个值传回去。那 logical test 的这个参数是必要的，这是可以产生 true 或者是 false， 就是产生是真还是假结果的一个运算式。如果产生 true 会传回前面啊，刚刚讲过，如果 false 传回后面，且 and 啊，这是一个括号。表示两个啊，且就是 A 且 B，A 跟 B 都要是对啊才是对。那 or 是代表或，就是 A 或者 B 其中有一个是真啊就为真。好，我们看一下这个范例 ，A two 等于85。假如 if 前面这个是一个测试。啊，这个 A2 有没有大于等于60？啊，前面我们刚刚讲了一个 logical test 一个值，如果为真，就传回及格；如果为假，就传回不及格。好，那各位看一下 ，A2 等于85，有大于等于60啊，大于或等于60啊，有，所以它的逻辑运算值是为真。结果是 true， 就传回及格。运算式计算的结果如果是 false 的话呢，它就传回不及格。好，我们来看一下学号二啊，这位同学，他的数学考47分，总分197分，名次假设第一名。好，那如果他啊，这个上面范例二。And 是说16啊，16就是数学的成绩要大于等于60，而且啊 F6 总分要大于等于60才会传回及格啊。那这个地方的话呢，47分没有啊，所以就不及格。那如果说啊 E7
它大于等于60，或者 F7 大于等于60，两者 E7 F7 有任何一个大于等于60的话，就传回及格。好，这个地方同学注意的是，它的写法 ，and 写在前面，小括号，两个条件写在后面 ，or 也是一样，等号 or， 两个条件也是写在 or 的后面，很多同学误以为把 or 要写在两个条件的中间，那是不对的，就是说 E7 大于等于60 or F7 大于等于60，这样是不对的。把 or 写在前面。好，那刚刚的那个例题呢？如果说它的任何16数学的成绩要大于等于60，而总分要大于等于180，比如说国英数每一科加起来要大于等于180分的话，那也就是说数学要及格，总分要大于180分。才能算及格，否则是传回不及格。那这个的话呢，是 or 的话呢，是有一项可以17大于等于60，或者总分大于180，任何一项成立就传回及格。好，关于文字的函数，常用的像 left 传回文字串中左边的字元。Right， 传回文字串中最右边的字元。MID， 从文字字串中指定的字元位置开始，传回特定的字元数。好，这个就不一样了。LEN， 传回文字字串的字元数。有几个字元。FIND。在文字值中去寻找一个特定的文字值，看它的位置是在第几个。好，比如说我们看一下 LEFT。好，当我们在货品名称这个地方，货品名称，好，比如它的厂牌是 Philip Dash 一个连字号 USB 声道剧院组。它的货品名称包括它的厂牌跟名称。那现在呢，我希望要把它的厂牌是厂牌，名称这个机器的名称要把它分开。这个时候要怎么做我们先看一下先 LEFT LEFT 呢，它是可以从这里面来把它厂牌把它截取出来。它的做法，首先 A2LEFT 小括号 A2 就是这个里面的内容，然后自左边取三个字元各位看三个 PHI 当然这个地方我们是一个范例，如果你要取它的厂牌的话呢，应该要取几个呢？是 PHILIP 应该要取六个，取六个。那这样子的话呢，他就会把他的厂牌取出来，以下的意思都是一样。好，第二个呢，我们看 write 传回文字字串中最右边的三个字元。好，现在假设我们要把这一个货品名称里面，只要把它的机器的名称取出来的话呢，我们从最右边比如说取这个12345678就 USB 声道剧院组有八个，所以我们应该是从它的右边取八个，就会把它的货品的名称取出来。好，这边要注意就是说英文跟中文字它都算一个字元。好，我们暂时先休息一下回过来我们再继续介绍以下的内容。接下来我们还是对文字的函数为同学做一个介绍。我们要介绍的是 FIND 小括号。那这个函数是有什么功能呢？它是从货品名称中可以找一个
字源的位置啊，找出一个特定字源的位置。比如说我们在这个地方啊，图片里面看到货品名称有一个 Philip， 一个连字号，一个 dash， 然后在 USB 升到剧院组。我想找出这一个 dash 的这个短横，它在这个里面是第几个位置啊？这个时候就可以用这个 find 的这个函数。好，它的语法是等于 find 小括号，然后用一个引号把那个连字号还那个 dash 把它框住，然后记得打一个逗号，然后 A2 就是我们要去找的那个储存格的内容啊，这个内容就是 Philip USB 升到剧源组这个。好，然后用滑鼠去点啊，记得我一直啊强调，就是当你要去选储存格的时候，千万不要用键盘去输入一个 A2 啊，而是用滑鼠去点这个格子 A2， 然后逗号。好，最后那个呢，一般我们是从第一个字源开始找起，也就是这边的话就是 P 是第一个字源啊，从第一个字源开始找起。如果你省略了这个不打的话呢，内定也是从最左边的第一个字源开始找起。好，输入完之后按 Enter 键，各位它就会秀出一个7。好，这个7代表的意思呢，7代表的意思呢就是第七个位置。那各位来算一算啊， PHILIP6 啊， 7， 所以第七个位置刚好就是那个啊一个 dash 啊短横。好，那这个输入完之后呢，用填满空点把它拖移下来啊，分别找到比如在歌林蓝峰啊蓝旋风手提 CD 这个地方，它找到是第七个位置。啊，这个 MP3 找到那个 hyphen 是第八个位置，啊 ，Panasonic 啊找到的位置是第九个位置。好，我们为什么要介绍这个函数啊？接下来我们就可以让它自动来把这个厂牌跟机器的名称把它做分离，啊，做成两个栏位，就是厂牌是厂牌的栏位。机器的名称是机器的栏位，啊，目前这个 A 的这个栏位是把两个呢合并在一起的。好，那我们要介绍一个 MID 的函数。好，这个 MID 的函数呢，它的语法是 A2， 啊 ，A2 就是在 A2 的范围这个格子的内容里面，去从哪里开始呢？从find 找到这个 hyphen 啊，就是这个 dash 的这一个位置啊，然后加一开始，加一为什么要加一啊？各位你可以先看它这个 find 找到这个 hyphen 的位置，刚刚我们这边找到的是第七，对不对？第七的话呢，我们因为是要从 USB 这边开始来把它的名称截取出来，所以是不是从第八个位置？所以这边啊，所以我们在这个地方呢就加一。那后面为什么要20呢？从第八个位置开始向后截取20个字元啊，只能多不能少，所以你不必去每次精算啊，1234567 啊，它实际上只有八个长度，八个字元，所以这样子很麻烦，因为你还有底下的还有啊这个蓝旋风啊 ，MP3 啊，它每一个长度都不一样，所以我们只要找出一个最长的长度啊，没有一个比20长的，只要大于就可以。好，然后取从第八个开始向后取20个字元，然后拖移下来，那显示出了机器名称，就是帮你找出来啊，就是从 A 栏里面就把机器名称截取出来了。那厂牌的名称要怎么截取出来？厂牌的名称，我们的做法啊也是一样。那我们是从 MID 啊 A2 一个逗号，
我们从第一个啊，像比如说这个例子，第一个是 P 啊，是从第一个位置开始，往后截取几个呢？为什么这个地方要减一呢？啊，各位看，我们刚刚找到这个 dash 是不是第七个位置？啊 ，P H I L I P 是六啊，这个 dash 是第七个位置，所以减一就第六。减一就是我们从第一开始截取六个字元，刚好就是它的厂牌。好，我们有了 find 这个函数的帮忙，就可以完全自动的把厂牌也截取出来啊，就用填满空点往下拖曳，就可以截取出来了。好，那我们再看一下啊，这个 len 也是一个文字的函数，它是可以把我们整个这一个字串里面的长度是多少，有几个字元，比如像第一个 Philip USB 声道剧院组，它包括这个短横也算是一个字元，所以整个呢我们算下来之后呢是15啊，用等于 LEN 小括号点选 A2 啊，它是15个字元啊，各位可以自己来算算看，然后拖曳下来也是用拖曳的方式啊，分别长度啊15 14 11 13。好，接下来为同学介绍日期函数，从 A2 储存格啊，我们在 A2 储存格里面输入2013啊斜线5斜线20啊，然后我们用几个函数啊，用 year year 啊年，把年截取出来啊，它的做法就是啊 year， 然后里面啊把 A2 的内容点进去，然后把月截取出来 month， 里面也是 A2， 然后 day 啊也是 A2。好，那就分别把年月日啊都截取出来了。好，那它在实物的应用上呢，比如说要计算一个人的年龄啊，比如说他填的是填出生年月日，可是他并不知道他几岁啊，所以你把他年截取出来，然后再用现在的年减掉他的出生年，就可以得到啊他的年龄，这是一个应用的范例。好，那我们 A6 储存格输入一个12点，比如说44分09秒 PM， 好，就是下午，然后再经由 HOUR hour， 还有一个是 MINUTE minute 分钟，还有一个是 second second 秒，好，也可以分别把这个时间啊十分秒把它截取出来，好，也是可以很多实物上的应用。好，因为时间的关系，我们这个讲次后面也还有两个小部分呢，就留待下一讲次为同学再做一个重点说明。好，谢谢各位同学收看。